做公益本身是一件值得倡导的好事，但如果出发点是假借公益之名谋己之利，就无法理论了。昨日，微博名为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的账号发文表示，在肖战工作室的帮助下，公益组正式开始运营，且在还没开始真正做公益前就已经安排上了热搜。紧接着，该账号发布了第一个公益项目就引发了争议。有网友到该公益项目官方微博下询问是否与肖战有合作时，对方直接回答没有。紧接着，郑恺粉丝质疑该项目一直是身为代言人的郑恺在做推广，为何肖战粉丝直接将这个公益项目纳入自家名下？郑恺官方粉丝团更是直接在微博发了一个问号，疑似对肖战粉丝的回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随后编辑微博话题，把公益项目改为公益倡导。接着，粉丝也朝着无论是谁代言，倡导公益都是好事的方向控评。但网友紧接着又发出了质疑：既然官方说没有合作，肖战网宣后援会为何用他人海报进行宣传？事情发酵后，也有疑似该项目工作人员发文指责肖战粉丝打乱工作节奏，而对此，肖战粉丝再次发文，行动是最好的语言作为回应。